開心今日有機會可以參加呢個公益垂直跑，而今次我哋鐵路警區亦都派出兩支嘅隊伍參加今次嘅比賽。今次嘅慈善跑係喺其中一個港鐵站上蓋建築物舉行，善款將會係俾基層嘅青少年同埋小朋友，尤其係受到家庭暴力嘅受害人。我哋希望除咗喺日常嘅警務工作以外，可以透過今次嘅活動幫到佢哋。接力赛季军，企业对制接力赛的亚军得主。